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忠于人民，忠于党。会唱吗？你今年多大年龄了？大年八十。终于八个孩子。啊，你们这个床上住四个人是吧？啊。这个床还是个大铁门，四里四里是大铁门。在前面住的三个都非六在六进呀。最小的一个，这两升麦子，一升多，一升多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国际，叫国际。你有没有梦想？梦想是什么？当画家。大点声。当画家。哦，董一凤。那你的梦想是啥？当啥？哦，想你长大了想当啥？当呀，做大哥。啊，十岁了啊。孩子啊，这是孩子啊，我们捐的这个钱啊，还有这很多物资，手里给他唱，小孩的衣服，几个孩子都特别的懂事，特别的聪明。拜拜了，走了，大哥，有空来看你哈。对对对，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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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